第一个任务，我们要拍摄宣传照。这个网糊在脸上。他们关完灯，要笑，蛮辛苦，就是一直喷嘴，一直喷嘴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会灌录单曲，很可怕的声音。你说我要哪里进？技巧性最强的一个歌手，稳定度很高，有天分啊，突破自己的音域。第三个就是要拍摄 MV。最令我惊喜的是那个 content 去 develop 到好好啦。哭的那场戏，我觉得让观众心痛的感觉。